我们读这个寒山诗，寒山诗上面呢，寒山诗有几句话哈，这个是重言俄不居啊，是苗道绝音记啊，是停机何所有呢，白云报有时，是住址范几年，屡见春秋意啊，寄于中鼎，中鼎家啊，虚名并无益。是个重言俄不居，我们简单的说，这个寒山他说他是在天台山呢，这个高山的很高很高的那个地方，在那里面住下来，苗道绝人迹，说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飞苗可以飞来的，人迹是没有的，很少有人会到这里边来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是停迹何所有，说我住在这个地方啊，都有什么东西呢，是白云报忧时，就是这个天空的白云呢飞到这里来，抱着一个黑石头，就是有这么这个东西，其他的东西没有。那么住址范几年，屡见春秋意，那么呢我们会想到那么样的呀，那样的境界怎么能在那里住呢，可能住几天就跑了吧。那么他说啊，住址范几年，我住在这里多少年了呢，屡见春秋意，这个春天来了百花开了，秋天来了啊，草木都黄了啊，是一次又一次很多次了啊，就是住了很多年了啊，是寄于中鼎家，虚名定无益。如果说我们说你在那里住是很苦了啊，那怎么不到人间来住，那在人间来享受富贵多好呢，在那里住那么苦有什么好啊。那么他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啊，是寄于中鼎家，我就用这首诗啊当一封信呢、啊，给这个富贵人写的一封信，我通告诉你，虚名定无益，世界上的富贵都是虚名，没有真实的利益的，没有。刚才我说这个刘邦，他心里面并不快乐，他临要最后要死了，他想要保护他的儿子，赵王如意都不能保护，他想要保护他的戚夫人都不能保护了，他只有天天的流泪。我们贫苦的人看见富贵人很快乐，其实富贵人的苦恼比贫苦的人还更多。所以啊，就是修行是对的，修行是很对的。